Afternoon, Dora. Afternoon, Dora. 你是不是要跟大家玩？你想要玩什么游戏？今天等一下。我想要，大家，我今天在抓马，我想抓马克龙。不是啦，今天不是马克龙，我拉比莫吉。好，好好好，来，你看，好可爱的面包超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告诉大家说，这个叫做瓦拉比墨迹粉，然后这是瓦拉比，瓦拉比墨迹。好，那你会的。好，这是瓦拉比墨迹粉，然后这是有点灰色的原因，是因为它这个是真的真的的本蕨粉，所以他们叫本蕨粉。本蕨粉是真的是蕨。差一点喷出来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最后一点。你不要再搅拌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放到这里。然后这个本蕨粉它，嗨，新年快乐！你们是新年？嗨，新年快乐！飞吻一下，哇！好，这个有点灰色呢，才是真正的本蕨粉，就是说它是真的是从蕨类的一个根部取出来的。那一般如果你看到白色的那种粉的话，大概就是那种不是那么纯的，所以它就会便宜很多。那以这个来讲的话，可能台币就要四五百块吧之类的。所以而且这个主要是这个很少见，那一般我们在市面上会看到很多那种那个叫做蕨饼，蕨饼他们可能都是用马铃薯淀粉去做出来的，那马铃薯淀粉你也知道那个就是什么东西， OK， 好，所以为什么他们可以卖一大盒就是一百块，是不是一百块，妹妹是不是一百块？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做，就是瓦拉比墨迹的话，就是我们来看一下瓦拉比墨迹，好可爱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说像我们今天是按照这本书来做的哟，然后呢它要做出来的样子长什么样子你们知道吗？像这样子，有没有瓦拉比墨迹？它有点灰色，那 这本书里面它用的也是本蕨粉来做，所以呢做出来就会比较灰色。那同样的另外一本书，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就好了，这本它用出来的这个就会比较白，比较白原因是因为它用的就不是本蕨粉，也就是说它可能是只是用一般的那个马铃薯淀粉之类的东西。然后你再看这一本，我们原本的这一本，你看它做出来的如果没有沾任何东西，它事实上是这种黑色的。好，那市售你可能也会看到黑色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加了黑糖。 OK， 来，我们要开始做了，按照这个可可卡这个粉的那个来弄，就是嗨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瓦拉比墨迹。瓦拉比墨迹好可爱呀叫做本蕨饼，蕨饼，好，蕨饼，好，蕨饼就是这个，这个叫蕨饼，有没有？蕨饼像这个有包馅的话，里面我们等一下会包红豆，红豆泥，是不是红豆泥？红豆泥。然后如果没有包的话，这个就会就是淋那个。红豆布。不是红豆布了，好了 ，OK， 来，我们先做一件事，就是说，我们先来做黑糖。等一下，不要动。我们来先，对，我们先做黑糖蜜好不好？黑糖蜜可以吗？我们先做黑糖蜜，所以我们这个锅子、这个盆子里面呢，等一下，这是我们去那个宝山乡的那边玩，然后的那个黑糖块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黑糖？是吗？好，黑糖。然后我们把它加一点点进去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做黑糖蜜，我们就黑糖，随便黑糖就这样子加进去。好，然后呢？关起来，请你帮我关。妈妈，你有黑糖？对，你们有吗？好，我们加一点水，不用太多。妈妈家没有。对，然后我们要开火，等一下哦，开火，给大家看，这个是我们用那个 IH 的来做，然后你也可以用瓦斯炉。那因为我这个位置不方便用瓦斯炉拍，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个 IH 炉的部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要用一个搅拌棒，这叫朵拉姐姐打蛋器，对不对？打蛋器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朵拉姐姐打蛋器？请问朵拉姐姐是谁？是谁？Who is Dora？ 妈咪，你看哦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黑糖加水之后去煮，嘿，好可爱！这是不是朵拉姐姐打蛋器？而且朵拉姐姐，你看哦，是不是有两个，一个大一个小 ？Which one is big？ Which one is big？ Which one？Which one? Yeah. Which one is bigger? Okay. Which one is small? Small. Which is small? 我们把它煮到有点浓稠、勾勾的，然后等一下放凉之后呢，就可以淋在我们蕨饼上面。
然后今天呢，其实是有点很休假前，有没有收心？我想弄这个。好，等一下哦，可是这有点烫烫，可以吗？等一下哦。好，我想跟你一样弄这个。好 ，OK， 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像这样子，有点狗狗黑黑的，好，那我就加了一下。等一下哦，妹妹，等一下。你给我看。等一下，这很烫，很危险，你看都冒烟了，对不对？冒烟的东西可以自己随便靠近吗？不是。是不是要给大人用？是吗？是。要戴手套的人才可以用。对，要戴手套才可以用。OK。这样会受伤。是哦，要受伤，对不对？冒烟哦，冒烟哦。请问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是什么？黑糖蜜。黑糖蜜，蜂蜜的蜜。黑糖蜜。啊，朵拉姐姐，你过年的时候有没有去哪里玩？那你看到什么动物？看到小猴子在叫叫，一直叫一叫。它怎么叫？你可以叫给大家听吗？啊！小猴子啊啊，是这样子吗？好，我们的黑糖蜜煮好，大概像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稍微把它放凉，或者是冰冷藏一下，让它比较浓缩一点点。好，稍后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我们把我们的黑糖蜜，你为什么你有这个？对呀、啊，很可爱，有没有？很可爱哈。我们把我们的黑糖蜜呢，就放在我们的容器里面。爸比在运动了。小声，不可以告诉别人爸比在哪里。嘘，不可以讲哦，不可以讲，不然大家就发现爸比了。好，这是我们的黑糖蜜，有没有很像酱油一样？我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。好，等等，妹妹，等一下，不可以告诉别人爸比在哪里啊。不然这样子爸比就露馅儿，是不是？他是不是就露馅儿？好好笑，是不是好好笑？好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接着，哎呦呦呦，哎呦我呀，然后我们把黑糖蜜装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黑糖蜜是不是要装起来？嗯。请问这个丸丸是谁的？我的。哦，你的丸丸，好，我们把它装起来。然后我们就把黑糖蜜装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烫烫哦，请你帮我把丸丸扶好，帮我把丸丸扶好。哦呦，你看黑糖已经开始浓稠了，好，小心烫，小心烫，小心烫，不要动。好，要搅吗？不用，不用搅，搅搅，我怕你会弄出来。放里面一点就不会。啊？放里面。等一下，你要搅拌是不是？你要搅拌，那你用这个，你用这个。等一下，你就帮我搅拌这个。那你就等一下，不要动，不要再用新的啊！那只不要弄，不要再用那只了，那只给我。你用原本这只搅拌。好，朵拉姐姐要搅拌，我们就让她搅拌一下。然后搅拌的用意就是让它稍微冷却一下。好啊，轻轻的不可以弄出来哦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这边瓦拉比粉是25克。然后呢，这边写建议的水量是125，建议的水量是125，所以呢，我们用我们刚刚煮热水125进来。啊，我应该是要用大的盆子才对，没关系。不要加太多水。嗯，好来，然后呢？我们要放在这边来，等一下，你看灰色的，对不对？真正的这种其实是灰色，不是像你们刚刚看到，就是很多书上那个是有点什么白色透明的，不是那种的话，它的就不是那么，我们讲不是那么纯哦。那因为本蕨粉真的很少又很贵，所以一般我们市面上看到的话，就是大家不会用本蕨粉啦。因为修复呀，你看那个不是有一个很大家的那个和果子的那个店吗？然后他们在用就是
就是一大盒就100块，然后那时候我很高兴，这边吃，哇，我吃到绝饼了。然后呢，后来才发现，哎，看一下哦，原来它里面的那个成分就是淀粉，才会那么便宜。哎，扶着，不可以这样子，扶着，好，把它搅拌，好，这样搅拌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一边加热一边搅拌。然后把它弄到就是有点透明状。那这边呢，我们里面没有加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加一点点糖。啊，它原本食谱加的糖蛮多的，可是我觉得不用，就是这样两匙，大概就是2匙半，大概20克左右。好，我们把它搅拌。加好了。还没，你认真一点。然后我们就用小火下去加热。要搅拌均匀吗？嗯，我都停了。啊，给我，行，别动，把你把它弄脏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关掉，不然会。我们把它弄起来，黑糖蜜。你看黑糖蜜就这样勾勾的，就不用去外面买，超市买很贵哦。好，很贵，我们自己做就好了，就黑糖块就可以直接做，加水去浓缩就可以了。本来姐姐，请问你有睡觉吗？睡午觉吗？有。啊，乖宝宝是不是都要睡午觉？嗯，是吗？没有睡午觉的人就不行了。对。啊，就不乖的小朋友，对不对？嗯。好。那你刚刚说，你有去过年，有去动物园，那还有去别的地方吗？还有看 zebra。zebra 长什么样子？那个玩具。zebra 长什么样子？你爸长什么样子？你爸长成这样子。那有没有看到 elephant？ 有。有吗？几只 elephant？ 1、2、3、4。elephant 是很大还是很小？请问 elephant？ 请问 elephant 是很大还是很小？很小还是很大？很大还要很小。哎，有没有看到猫熊？猫熊发生什么事？你记得吗？来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再搅拌它，会弄到，轻轻的就好了，不要再把它搅拌弄到，好不好？你有看到猫熊吗？猫熊是不是滚来滚去？猫熊就那么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去，对不对？它是胖嘟嘟的，对不对？就在滚来滚去。它很大只。然后一下子不见，一下子又跑出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一下子不见，一下子就跑出来。它跑出来的时候，它屁股是不是大大这边扭来扭去？怎么扭？你扭给大家看，扭来扭去，好好玩，对不对？OK， 来，那我们要加热一下我们的绝饼，然后这个越加热越透明，越加热越透明，就这样子。啊，记住一定要搅拌哦。那你也可以用微波炉，就是一次可能就是30秒，然后每30秒拿出来，再把它搅拌。我们刚刚有加糖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有加糖。你有加糖了吗？那有些更要求的话，他可能就会加那个合三盆糖。那我现在手上刚好没有合三盆糖，我们就不加合三盆糖。你看它一点，好，暂停一下给大家看。你看我现在稍微加的颜色也变了，然后就有点浓稠。刚刚是水水的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就有点浓稠。好，那我们的温度就不要开太高。就慢慢加热，这样子加热，稍后一下，等一下，哦，我怕我手会烫到，所以准备一个手套，娟娟，你看，哇，好，我们就抓着手套这样，然后它其实不太粘锅，就是用这种那个橡皮刮刀这样子整理一下就可以了，看到吗？好，那请问你去动物园还有看到什么东西？
来看到什么东西，告诉大家，动物园还有什么好玩的？那你有没有去坐猫空缆车？有。啊，结果呢？还有坐火车。啊，发生什么事？还有坐那个捷运。还有捷运哦，哦，捷运好不好玩？好玩。真的吗？捷运的声音是什么声音？捷运是呼呼呼吗？捷运是呼呼呼吗？是吗？这些颗粒哈、哦，我想把这些颗粒给揉掉。太好笑了！太好笑了！那台北还发生什么事那么好笑？哎呀，你看像这样子，好可爱的妹妹，你有没有说谢谢？你有没有说谢谢你，爱你？那你还要去哪里玩？过年还要去哪里玩？嗯，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去猫空那天你坐缆车是不是很高？有没有很高？啊，你问你就害怕。谁害怕？妈咪。妈咪害怕发生什么事？害怕的时候，结果抓着你吗？抓很紧。真的。我妈很紧啊。啊？就是。慢慢讲。妈妈，如果我坐猫空缆车，你抱我很紧，我就会害怕。好了，事实上那天是我们去坐猫空缆车，然后结果在悬空的时候我就很害怕，然后我就抱着朵拉。我现在在做什么？现在开，我们在做那个绝顶。妈妈抱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紧，然后就会变得很害怕。那你本来害不害怕？不害怕。好，本来不害怕，对不对？那都是妈妈，对不对？讨厌的妈妈，讨厌你！不要这样子说，妈妈很害怕，你会不会保护我？会。会吗？我们现在就做绝饼，绝饼。那我刚刚讲，就是说，像我们这个绝饼，我没有加其他东西，就是绝饼粉加水加糖。然后为什么是灰色的？这才是正常的颜色，因为正常的绝饼粉就是本绝粉。你们去市面上看的话，本绝粉它事实上应该是。有点灰色，你看会像这样子，有点灰色，像那个水泥那样子一个灰色，不是纯白色。纯白色的话，它基本上是没那么纯。也就是说，因为它可能就是部分而已，因为真正根部抓出来的那个粉才是灰色的，就像我这样子，然后煮出来会这种颜色。我想搅拌。等一下，可是很烫哎、欸！我这里为什么有颗粒一直弄不散呢？好讨厌啊！那你看很烫哦，你不要靠近。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基本上这样应该就差不多。这样子，你看已经有勾勾。可是我想再搅拌一下。其实这样就可以了，他们说已经到透明状就 OK。那市面上有很多那种白色的，然后它比较细致的话，它可能就是。就一般的那种马铃薯淀粉或菜板粉，像有些人他会用菜板粉去做，因为他买不到瓦拉比墨迹的粉。那真正的粉其实就像这样子，是灰色的，是很贵的。那刚好前几天我看到，我家还有一包，我拿出来做。好 ，OK， 好累哦，好来，等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。放一些黄豆粉，黄豆粉对不对？这是不是黄豆粉？这是洗那个杯子的。不是，这不是洗杯子的，你搞错了。来，这也是啊。我们就一些黄豆粉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好啦，等一下。这也是洗杯子的。好啦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，然后把它摊开。哎，不够多，再来一点。多，黄豆粉香香，黄豆粉的味道，什么味道？告诉大家，很香，很香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用黄豆粉，好，然后呢？黄豆粉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，等一下哦，来，我们把这颗粒压一压，我们让全部都有粉存在，对不对？嗯。
弄出来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蕨饼，啊，小心哦，下来，就把它倒下来，然后让它在粉上面，才不会黏黏的。好，哎呦，哎呦喂啊！然后呢，这样子之后呢，好，呦呦呦呦呦呦。好，真正其实真的蕨饼是这样子哦，不是市售那种比较有 Q 度的。嗯，好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好，等一下，哎，我要一个刮刀比较对，哎，刮刀来了，这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刮板，刮板，你们说刮板，刮板，我们就把这个刮下来。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其实看一下咖啡色的蕨饼粉，其实不是咖啡色，这个是、哦、我再讲一次哦，就是说等一下你等我一下，我先把粉把它盖上来，这是黄豆粉，把它盖上来。等一下，你如果现在去网络上查，哇，好香的黄豆粉啊，救命哦，太香了，妹妹你有没有闻到？这个基本上我用粉把它盖住，像这样子。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其实不是咖啡色，有点灰色，灰色的蕨饼粉在日本的好香啊，对，日本的那个食品店可能会有，那有些东西是像我们去、这边有一点，等一下，我们去日本买回来的，然后像我这一包是库尔卡的，然后这是有没有看到它有写一个本，这是本瓦拉比，瓦拉比莫吉的话，就是说它这个真的是100%的瓦拉比莫吉，是从它那个蕨的根部去取出来的粉。那市售的会比较白色的话，是因为他们可能基本上就是它就是把它称为蕨粉。蕨粉的话，基本上它其实就不是那么纯，就是因为它就是用一般的马铃薯淀粉，甚至有些人他会用太白粉去做。所以像你看市售有些。那个只要说是蕨饼的话，你去看它的成分，它会写淀粉，而不会去写蕨饼粉或是本蕨粉这样子。好，你在做什么？那麻烦你帮我保护好它好吗？可以吗？轻轻的哦，请你帮我保护好它，用粉盖住。好，哦，真的超香的这个黄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红豆。那红豆我们上次就是过年前有跟大家介绍，就是有一种粉叫做这个就是。接下来这个粉呢，看一下，稍后我们的这个粉呢，这个红豆泥的粉呢，就是我请朋友在日本找到了，就红豆泥的粉，来，我们这个，你加水加糖麦芽之后呢，就可以还原成红豆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粉是非常方便，尤其像我们今天用的是少量，那我们现在希望做出我希望，因为这样子的量，可能刚刚我们的蕨饼是20克嘛，红的，150克。如果说我们弄一点点是没有包馅，一点点是有包馅的话，我们抓，我看一下，抓15克。好，我抓150克的馅就好，150克的红豆泥。那因为我的糖很少，所以我就是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用。40克的这个粉，好，全部好了，就刚好这一包，41克，41点，没有了，耶，41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红豆的粉长成这样子，好，中，好，先替你看一下，好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准备热水，我这边有一个搅拌棒，准备热开水，最好是开水哈。那但是我们等一下要煮，其实还好。然后我这边刚刚是用40，等一下停，40，所以我这边就加，40就加2倍，1:2的话就是70、80克左右，所以我先加70克。哦，好香啊，你那黄豆粉。好，70克，
然后呢？妈咪，你等一下，你不要动。对，但是你不要动我的东西。等一下哦，不要动哦。然后呢？因为就是这样子。那我想加蜂蜜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蜂蜜。啊，我们要糖，好了，糖。糖的话就七十。我想加糖去。哈？好，等一下，那你挖一汤匙进来，这边七十克的水了，好，一汤匙倒进来，这样子三克，再进来，轻轻的，再来，我需要十克，再来，不够，再来 ，OK， 停，好，大概十二克左右，我们用的糖很少，然后呢，基本上就是40克的红豆沙，红豆粉，40克红豆沙的粉，然后再加上70克的水，然后还有这个糖，对不对？糖10克。那你看到像这种程度就是还不够，你看我的粉没有吃到水，所以我们标准来讲是1:2。你看我们要做红豆泥，因为等一下我的馅料包在里面，那因为你看到我们这个卷饼它很软，所以我们的红豆泥要很软，不可以太硬，好，这样子整个质感才会很搭。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说，像你看40克的粉，红豆粉，好，红豆粉，然后呢再加上70克，就是不到两倍，不到两倍的水，大概像这种程度偏硬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再补10克的水进来。那我这个是热水，热开水，我滚过的。可是我希望等一下还可以，我加20克好了，因为等一下再用煮的方式把水分消掉。好，给大家看，就是说这样子。那如果说你按照标准店家提供的配方，你看像这样子就很水了，有没有看到水？然后你看像这样子就是已经有没有就勾勾了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等一下就透过煮的方式我们来加热。因为有些人就会说啊，你没有加热这样不是很奇怪吗？好吧，要加热我们就来加热一下，我们就把它加热成就是把那10克的水分煮掉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煮到它有点浓稠，变成泥状的。妹妹不要玩哦，你偷偷的玩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如果说你觉得，如果你觉得你懒得这边煮的话，你可以用热开水。反正我们刚刚都用热开水，然后你可以直接加那个红豆泥的粉进去，然后再把它调到比较浓稠一点点，好，一样的意思。但是呢，我想说我这个分量够了，我不要再煮那么多。你看我们这样煮，慢慢的把水分煮掉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比较硬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搓成圆球状，当成内馅包在那个我们的卷饼里头。啊，记住哦，这个你在炒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底部一定要一直翻炒它，不然会烧焦。好，那我这个动作其实你也可以在瓦斯炉上面做。你看那，好，我们稍微关火给大家看一下。像这种程度的话，你看它有点流性，不像刚刚，有没有？不像刚刚就是很水，代表水分已经有点消除掉，但这样还不够。因为妹妹喜欢吃那个蜂蜜，所以有时候我都会加一点点蜂蜜进去。用杯子。哦，用杯子，对不对？加蜂蜜水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喜欢蜂蜜水？嗯。好，妹妹，你明天要上课了吗？不要。好，那你最想哪一个同学？爸爸。好，你跟爸爸。你最想念哪一个同学？阿丽玛。阿丽玛，最喜欢丽玛的弟弟。好。好 ，OK。像这样子就是说，妹妹很烫，你不要靠近哦。像这样子，你看，像这样子有点，有没有？我们用这个刮刀，把它刮过去，已经可以刮出一道痕迹的情况底下。你也很喜欢的。好。哦，好烫，小心。然后呢，因为妹妹喜欢蜂蜜，对不对？我们加一点点蜂蜜。蜂蜜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加一点蜂蜜进去就好了。OK， 一点点。我想要喝蜂蜜水。好，那你的杯子在哪里呢？好，我们把蜂蜜加进去。没有杯，那里没有杯子。哦，怎么这样子？来，这个，
等一下不要动哦，这烫烫的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不要动哦。那你的哆啦姐姐搅拌棒在哪里？好，不要动，好，等一下，蜂蜜水，自己的蜂蜜水自己做对不对？好，请你把它搅拌搅拌。好，然后我们的绝饼粉放在这里给大家看。然后呢，你看我们的红豆大概像这种程度，有没有？你看我们不用洗红豆，不用煮红豆，然后不用洗红豆就可以有这个红豆馅。那市售的红豆馅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加了很多油啊、淀粉啊什么之类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像我们现在家里面要吃的要比较日式的，好，可以喝，要比较日式的话就是它只需要糖或者是麦芽跟红豆泥就可以了。那用这个粉的话，你看 很容易就取得这个红豆泥的部分。好，但是它有点烫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冰一下下，必须把它冰一下下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试试一点点好不好？妹妹可以试试一点点吗？你想试试一点点吗？好好吃。真的假的？啊，我也吃一点点。啊，吃这么好吃？爸比不用。爸比不用，对。怎么那么好吃？好，稍后一下。好，你看。妈咪，你要去哪里？好，我把保鲜膜拿出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刚刚做的那个红豆泥。龟苓看看这样子有多少，你看 你把水分炒干之后还有多少，我就放到保鲜膜上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先拿进去冰，然后把它利用保鲜膜来塑形，对不对？呦，这样子就有100，看一下100，欸，跟我预想中的差不多，150左右，现在142。好，我们刚好偷吃。好，你看这个红豆粉是不是很方便？好，所以你要多浓多稠都可以。好，多浓多稠都可以。好，然后呢，等一下，要玩蜂蜜了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就把它稍微冰冷冻一下下，一下下冰冷冻一下下，就这样子用塑形，我们把它冰冷冻一下下再来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的桌子脏。嗯，对，我们的桌子整理一下，好脏哦。肮脏。好，我们。太格贵。哎呀，你怎么讲？那你不是会讲那个吗？笨手。笑着。你要讲什么？笨手灭雕，是不是？笨手怎么样？好，我们把炉子烧起来，我们不需要炉子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是不是？是。好，然后呢，不需要炉子的时候呢？不需要炉子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绝饼是不是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你带的搅拌棒不要用我，给我。好，给你。然后呢，搅拌棒。对。来。都拍照东西。这个，我们如果说有一种是不包馅料的，稍后。不包馅料的，我喜欢你这个手套。可是没有 baby 的。我们如果是不包馅料的，我没有。对啊，你没有。我也想做。可是没办法，因为没有 baby 的。好，粉。好，然后如果说我们是，等一下我们刚刚讲什么？都被你打断了啦，讨厌。好。而粉不用太多。谁打的？你呀、啊。我不要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不要吵，不要吵不要吵。妈咪，不要说我捣蛋。好好，我没有说你捣蛋，我是说打断。好，没关系，来。然后呢？不喜欢这个。好，不喜欢那个意思。不喜欢你让我。来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盘子很漂亮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来包红豆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先等一下哦，我们用秤，等一下。我喜欢用秤。不要吵。嗯，我的，哎，我的保鲜膜不见了。哎，我的保鲜膜怎么不见了？刚刚拿来在哪里？啊，在这里。好。那个是保鲜膜的
放心。好，先把我打开，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分，看一下，我们需要分。等一下，这个两个，又有脏脏的。好，我们要做，我们要做几个？妹妹，我们要做几个？不要动。我们刚才要做两个。好，一个。但是其实这个真的就很像摸吉，所以它叫做瓦拉比摸吉，对不对？现在做两个。啊，做两个，好，来，等一下。现在比两。我们看一下这样这一块有多大？哎呦，不是，这不是，我们要归零。好，这样子。哇，十二克，这片有十二克左右，这边有十二克。好。啊，你会想哎。那你要去洗洗手，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麻烦你洗洗手，去洗洗手。洗洗手的人才不会长细菌。对，洗洗手才不会长细菌。好，好，快点，洗干净哦。然后呢？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。妈咪，等我。好，我等你。这个有的可以包袋，有的就可以包小。为什么这颗这么亮？就有颗粒。好了。弄这么快，好，那麻烦你过来。刚才磨到抹布。好，抹布。如果说我们要那个直接放在碗碗里面的话，给我了。等一下，放在。好，这个给你。好，如果我们要直接放在碗碗里面的。放在碗碗里面的话，直接吃沾糖蜜的，我们就把这个黄豆粉再弄小小一点点，就是等一下少少的，就把它刷掉，然后像这样子。好，你要切切吗？好，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头。我也想切。好，放在这里头。因为想切。啊，那你切切啊。嗯，我这个碗好像不是那么漂亮。嗯，我这个碗真的不太漂亮。我想想看有没有别的漂亮的碗碗呢、啊？没关系，这个，我们把这个拿出来。这个碗碗，好，像这样子，一颗一颗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其实有点软，一颗一颗的。姐姐很认真，那我们可以用手这样子捏，这样捏，好，粉，然后呢？切断了吧！哇，好可爱哦！我要捏，小心，小心。我们这种小小颗的，就是没有包馅料，我们就做小。我们就是用小小颗这样子，就是用小小颗。妈咪，再给我一些。啊，够了够了。已经两个很少。好，两个再给你一个。好，像这样子。你看，像这个就可以给小朋友玩很久哦。对不对？是不是呀？朵拉姐姐好不好玩？你告诉大家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，这样捏捏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颗球球。就这样子放上来，四颗球球，对不对？就这样放上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就可以淋上我们的糖蜜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淋上我们的糖蜜。哎呦，我们糖蜜有点勾勾，你看。冷却之后就变勾勾了，这不是酱油哦，这是糖蜜，对不对？黑糖蜜，不是酱油。嗯，不是酱油。好，不是糖砖。嗯，不是糖砖，对，不是糖砖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把一些粉拿过来，然后往这边拍拍，看到。
妹妹想吃吗？想啊。真的吗？我也想，我们来吃看看好不好？这个不是，我想要那个汤匙。汤匙呢？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好啰嗦哦。来，金色汤匙给这个。那、啊、你要不要沾糖蜜？我帮你弄糖蜜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妈妈帮我沾糖蜜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甜甜的，好，请吃。然后我们来吃看看这个好不好吃，因为我们沾了，给大家看，我们有沾的这个糖蜜。嗯，好好吃哦，而且有黑糖，好好吃啊！看一下，长相这样子，嗯，嗯，好吃好吃，好，然后这个我们再放旁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那个红豆好了没有？红豆好了没有？嗯，好了。真的吗？好，你去把红豆拿出来好不好？嗯。等一下。好，来，然后，等一下，这个秤就不用了，我们把那个拿出来。你看，就像这样子软软的，没有看到妈妈吃，妈妈吃不好看。好，我们就把红豆这个拿出来，红豆馅对不对？那我们要开始包那个包了哦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其实还不错耶，甜点。好，然后这个我们的切切的呢？哪有好蒜？明明就甜甜。给我切切的，切切，像这样子。好像豆花，怎么会？那软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好像豆花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哈。来，我们就取一个，取一个，取一块这样子。然后这块可能 maybe 大概10到15克左右。好好吃啊！好，这个像这样子，我们就像包马吉。吃完了。那你还要吗？不要了。好，刚刚好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一次吃太多。好，来。我们这个红豆就把它放进来，这样子，好，是不是就放进来？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怎么办呢？就把它捏捏，等一下。好，我把我手消毒一下，就起来捏了，来。妈咪，以后我长大也会学你这样。好啊。长比你高的时候，哦，你一定很容易比我高。我矮冬瓜，对不对？妈妈是矮冬瓜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妈妈是矮冬瓜。然后像这样子，包好了一颗，有没有？像这样子就包好了一颗。我要去爸爸那里了。好，你要去爸爸。好，拜拜。吃完了就走了，这么现实，这么现实。他说他要去找他的爸比了。好。我们就这样子，我们把它放起来。好，然后来，我们就切切。你看，然后像这样子，就是我们很随性的，其实。然后呢，我们一样就是把这个馅料，你看，就不要太硬的，我们刚刚做的这种馅料，就把它包在里头。好，这样子像包马吉这样，那把它包起来。啊，真的很软，我跟你讲，它真的很软，所以你就是要小心一点。然后我就包很多红豆在里头。好。嗯，要沾一点粉，红豆粉，比较不会黏。像这样子，好，有没有？又包好一颗，像这样子，好，像这样子，来，然后我们再来切切，等一下，好，然后这里像
这个。然后看一下，这个就包很大，我们不用那么大，像这样子摊开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捏一些红豆泥，红豆泥放进来。那红豆泥也很软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在包的时候就是真的要很小心，利用这样子把它摊开，有没有？好了，记得手，因为你有手接触这个东西哦。等一下我们就直接生食的，所以呢，麻烦你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卫生。然后呢，就放在这边，悄悄的方式，把红豆粉撒上去，这样子会比较细致，比较漂亮。如果你直接沾的话，就红豆粉可能比较粗。好，看，好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拍掉，三颗了。我们再来做。这个分量好都，我们可以留一点红豆，等一下可以做那个草莓大福。一样，再把它包起来。这黄豆粉真的超香的，马玉山。其实有些人说要买日本的，我觉得还好啦。有些东西是台湾买得到的东西，就用台湾的，也不错。滚滚，好，滚滚。那一般齁，就是你书上他有跟你讲，就是说你可以因为这个瓦拉饼它本身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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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柔软的，所以呢我们用的红豆泥调的那个程度也要软一点，不要太硬。好，不要太硬。妈咪，我98公分。全部人都知道你98公分的啦，是吗？他很开心，因为每天都要量身高，看看他有没有长高。对呀、大家都知道你98公分了。好，好，然后再来捏，好，再把它捏起来。这个就家里做的，我们也不是要开店，就是这样子很随性。好，那这是日式点心。那如果说你没有这种东西的话，就是说，好像有绝饼粉，哈，有绝饼粉可以做。那只是它做出来就是很透明状，那有些人他会用那个那叫什么黑糖去把它煮，就是加的糖，就是用黑糖去调它的颜色，就可以像这样子是黑色的，好吧？让那个粉撒自然一点点，好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做蛮多的。你看我刚刚那包才二十克的粉，对不对？好，是这样子。记得哦，就是粉加水加糖，然后就是像我们放在锅子里面这样搅拌，搅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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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已经变透明了，然后有变颜色透明的，尽量，然后 QQ 的，就像摸吉那样子就 OK 了。然后 OK 之后就可以沾那个。炒熟的那个黄豆粉，好，炒熟的黄豆粉。然后像我这样子的话就是包馅，没有包馅的话就可以用那个黑糖蜜。黑糖蜜刚刚有介绍，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介绍，黑糖蜜就是用黑糖加水，有没有？你去煮，煮到它水收了之后就变勾勾的。好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黑糖蜜长什么样子，因为我这边有。黑糖蜜你可以煮的，然后就放着用，因为沾这些甜点其实都不错。我觉得我怎么做的有点丑丑的，像老人家的皮。哇哦，我们多拉姐姐又在玩什么游戏了呀？多拉姐姐，你又在找什么东西了呀？在玩拼图。啊，因为九九送他一大盒的那个玻璃拼图，超喜欢的。好。超喜欢，超喜欢，超喜欢。超喜欢，超喜欢，那么多个喜欢。你们说谢谢九九。啊，对，谢谢九九。好，这样子，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就很，
应该说打发时间吧，不然今天也不知道干嘛。好，像这样子，我们做了几个，这样子有八个。那你看，给你们看一下黑糖蜜长这个样子，就像这样子勾勾，有没有？就这样子勾勾，甜甜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最后这几个，哇，你看这个是刚刚我们做的这个粉，好了，不是明星，我真的不会表演，怎么叫好吃？嗯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黑糖蜜，好、哦，但是黑糖蜜，这黑糖有点酸酸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吃，嗯，好，把这个做完给大家看哦，这做完，看一下。好，再做两个，最后两个切。其实这就不需要去每一个称重弄了，这样子有点太复杂了。好，我们就像这样子把它包起来。这样子有几个呢？二四六八，再来一个就九个。其实这个红豆馅就是你可以再稍微把它冰凉一点点，它会更好操作。冰凉一点点，它会更好操作，因为它就再紧缩一些些，热胀冷缩嘛，对不对？这种原理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把表面整理干净，表面整理干净。那日本点心其实很多的嘛，是那个淀粉跟什么红豆，是不是红豆？好，现在已经快五点钟了，你们要吃晚餐了没有啊？大家现在都很忙，就没人看直播了。没关系，我是自娱娱人。好，好，这样子。好，像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好，你看哦，我的这一盘在这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这样子。就把黄豆粉撒上去，不对，感觉有点乱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它拿起来。这不太奢侈，这么多颗，好夸张哦，稍后一下哦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盘子是我那天在潮家居买的盘子，真的很漂亮。它就是一个，就是一个雾面的，然后非常简单简约的一个盘子。好，然后我觉得好像我最近做一些这些日式点心，拿起来摆盘挺好的，感觉就很舒服。好，我们先把盘子整理干净，然后呢，九个，我们就一排三个好了。然后盘子要够大，然后装出来的才会一点留白的感觉，好看，是不是？不过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做，你看我第一次做就弄直播，多么大胆啊！好，可能要煮饭了，大家直播的人看直播的人越来越少，没关系。好，那开始咯。这样把它均匀撒上那个黄豆粉，这个是黄豆粉。好，然后呢，撒上之后呢，
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用一点点刚刚的黑糖蜜，对不对？我们黑糖蜜装饰一下。你看黑糖蜜煮过之后就这样勾勾勾勾。很假会看，假装自己很 gay 啊，好，把它装饰一下盘子，等一下这样就可以给我老公吃啦。那看看我最近练习的成果，买了那么多书，总该有点成就吧。是我过年的时候跑很多地方，然后又买一些日本的材料回来。这盘子真的好好看哦，救命啊。好，然后我们放上一个那个，这是我们买回来的这个金色的汤匙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做的，这是我们的绝饼。好好喝呢，就这样子的，拜拜。想吃吗？